今天蒙恩点的经文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用影像准备的英文的唱诗班的先生和灵性管弦乐团的演奏之后，我们来听准牧师的正道《天国第三十二新耶路撒冷》第一讲。亲爱的各位圣徒，全世界及全国之教会各位圣徒，知声殿各位圣徒，全世界通过因特网做礼拜的各位圣徒，各位基星观众，今天终于要进入新耶路撒冷了。新耶路撒冷城位于第三层天国的中央，即不是在第三层天国和其他层天，而是在第三层天国里，有高高的城墙包围，与第三层天国完全区分。长四千里，宽四千里，高四千里的巨大城堡。进入新耶路撒冷之前，大家要经过好多的门。首先打开得救之门，进入乐园。然后要打开第一层天国的门进入，其次打开第二层天国的门，要又打开第三层天国的门进入，最后再通过一个门才能进入新耶路撒冷城内。大家要经过共五个门才能进入，那正是新耶路撒冷。对此，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记载，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谁说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大家洗外衣，为什么说有福呢？衣服属灵的含义指的是人的心，就是说洁净心里的人，成就圣洁的人有福了。各样的恶事禁戒不做，填充真理，以灵填充的人，洗净衣服的人是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刚才说过要通过一二三四五个门才能进入新耶路撒冷，也能从门进城。那么新耶路撒冷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新耶路撒冷是多么荣美、多么幸福的地方呢？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因此，在这时间，让我们通过资料画面来看乐园到新耶路撒冷的全景。当然，这根本无法与大家进入天国时看到的相比。那么，只是为了让大家先感受一下。非常遗憾的是，无法用这世上的语言来形容天国的荣美。因此，希望圣徒们不是用属肉的眼，而是在圣灵的感动当中，用心灵的眼去看。亲爱的各位圣徒，天国真可谓是令人贪观为止、荣美之地。更何况天国最美好之地新耶路撒冷呢？父神愿大家都能进入新耶路撒冷，不会说只有特别被拣选的人才能进入。大家知道父神和主有多么期盼能在新耶路撒冷见到大家吗？父神是创造大家的父，不仅是灵里的父，而且都注视着大家怀胎出生以及成长过程。我们原本只能落入地狱，然而我们的主为了引导大家进入天国，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如此，我们主和父神为了带领大家进入美好的天国，付出了与任何人都无法相比的辛苦与牺牲。因此，最希望能在天国见到大家的也是父神和我们的主。
所以如果大家成就全灵，堂堂正正地进入新耶路撒冷，父神会多么喜悦呢？主也会欢欣喜乐。属肉的父母培养子女，子女成功就会比自己的成功更加高兴。作为老师，学生留下优秀的业绩，就会感到教书育人的意义。在灵里养育的灵魂的牧者的心也是如此。使徒保罗也以为父的心，心怀用福音生的灵魂。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形成在你们心里，成型在你们心里。”如此，使徒保罗曾对灵魂付出了献身的爱，因此灵魂新生了，就是使徒保罗极大的喜乐。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对亲爱的灵魂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在我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是说来接我们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哪怕只有那么一次，曾为了拯救灵魂传道爱心服侍国人，可能会理解使徒保罗的心情。当传道的灵魂第一次出席教会时，传道者的喜悦是世界任何都无法交换的。自己传道的灵魂让他走向了得救，那种喜乐是无法形容的。另外，看到其灵魂信心成长成为工人，传道者的心里定会非常自豪。传道一个灵魂都是这样，作为牧羊灵魂时又会如何呢？那么偶尔有圣徒说准牧师某某某是我传道的，那么我看到他传道的那个人已经成为了为首的工人，所以他才像我那样说。那么我就会再看他一眼，为什么？因为我非常感谢他，他传道的灵魂已经成长为教会的工人，而他本人呢也很高兴，所以才向我做见证。那么没有传道过的人不知道那种喜乐。当看到热心传道的灵魂成长时，会多么高兴呢？而且当看到那个人蒙得祝福的时候，又会多么喜乐幸福。没有传道过的人不会感受到那种幸福，那种喜乐。所以人人都有传道。我担负世界宣教和民族福音化的使命，向全世界传播福音。无数灵魂通过广播电视和文书听圣洁的福音，看全能的做工，得救的灵魂每日加增。然而父神还赐给我一个重要的使命，不仅仅是拯救灵魂，而且还要引导更多的灵魂进入新耶路撒冷。为此，我不断呐喊圣洁的福音，像使徒保罗一样受生产之苦。如果我不呐喊圣洁福音，让圣徒们适当的过享生活，那么可能圣徒人数会非常非常多。但是因为不断强调只有成就圣洁，不要行情欲的事，不要犯罪，神说要离弃的就离弃，神说要遵守的就遵守，神说要行的就要行，所以很多人无法忍受离开。他们觉得断掉时间太难，遵行生活话语生活觉得太累，所以有很多人离开。但是父神的旨意是为我们成就圣洁，进入更好的天国。神不是愿大家过享生活是马马虎虎的做康比而不能得救，因为我了解父神的心，所以不得不对大家强调再强调。
毕竟大家都要得救。所谓的父母养育一个子女也会付出很多辛劳和奉献，然而在灵里养育无数灵魂时也发生过很多让人痛心的事。尽管如此，在心怀每个灵魂引导到新耶路撒冷，如果多引导一人进入新耶路撒冷，父神会多么喜悦，我们主又会多么喜悦。在我心中唯有如此一念，所以当看到新传道的灵魂，我就会无比欢喜。而且当看到接近灵的灵魂们，我就迫切地希望他们再加把劲进入灵。看到进入灵、进入全灵的灵魂时，又会让我得到很大的力量和安慰。想象着父神会无比喜悦，以致都让我忘记疲惫，一直走下去。进入新耶路撒冷后，我会向父神献上这样的告白：我的父王，如星闪烁、如日发光的众灵魂陷于父怀。为了将众灵魂领入此处，得进这荣美的圣所，在父面前祈求哀痛的日日夜夜，孕育造就了父耕作的果子。而所做并没有什么，唯靠父的恩典、全辈的爱成就这一切。如今儿的眼泪化为珍珠，收成美果，来到流泪思念的父面前，投进温暖的父怀。思念之深无以言表，我的父，我的主，思念之切无以言表，而焦渴思日之泪，求父用您柔和的圣手为儿擦拭。我的父，我的主啊。当然，在新耶路撒冷只有如日发光的灵魂才能进入。然而也提到如星闪烁的灵魂，是因为在那一瞬间也在想着那些没有进入新耶路撒冷的灵魂。衷心希望所有圣徒们都能成为如日发光的灵魂，进入新耶路撒冷，并且希望大家都能带给非常期待大家的父神的喜悦。当一个人接受熬炼时，会显得自己非常渺小，也会失去自信。因此而感到像我这样的人怎能进入新耶路撒冷而灰心抛弃。但是请大家改换一下想法，父神和我们主正是为了大家赐予了如此完全的爱。世人也会说，为了认可自己的人而献出生命。父神爱大家，以致让大家的儿子替大家受死。此外，还要显现多少深爱大家的证据呢？父神愿大家相信父神如此的爱，努力进入到新耶路撒冷。即使旅途感到艰辛且艰难，也愿大家相信父神的爱，不断战胜，进入新耶路撒冷。但是有些人却因自己的贪心而仰望新耶路撒冷的荣耀，因知道那荣耀有多大，所以非常盼望进入新耶路撒冷。就算含着泪恳切的盼望，我也想到父神宝座的近处，但灵里的荣耀却要靠正确的供应。越脱去属肉的事物以灵填充，就越会披戴属灵的光。然而有时因过于渴慕，只贪荣耀，不小心跌倒。虽然极为恳切得到荣耀，但因为没有资格而得到时，就会大受挫折而灰心。所以偶尔会有一些人感到不满或不高兴。所以我曾对大家这样讲过，如果现在是进入第一层天国的信心，那么首先要以第二层天国目标做祷告。另外，如果是进入第二层天国的信心，那么首先要准备进入第三层天国。
当然，最终目标是新耶路撒冷，但不能制定过于太大目标，因疲惫不堪而跌倒。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往上爬，才是更智慧的方法。并且不能因贪而求天国的荣耀，新耶路撒冷的荣耀。要领悟预备天国的父神的心意，要以渴慕的属灵的心努力进入。有的人邀请做祷告，说让我进入全灵，那么我就会再看他一眼，然后为他做祷告。但是大家呢，不要光是出于贪心。如果大家是信心的第三阶段，那么就要邀请祷告进入信心的第四阶段，就是要进入灵，这才是正确的顺序。那么进入灵之后，再邀请祷告进入全灵。不要过于想得太远而觉得累。首先要进入灵，然后进入灵的人要为进入全灵做祷告，这样祷告时也要这样接受祷告。我要献于父极大喜悦，我要向刚做人类忍受无数岁月的父神感到欣慰。衷心希望所有圣徒们以这样的善和爱努力进入，直到新耶路撒冷。亲爱的各位圣徒，那么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灵魂进入新耶路撒冷呢？进入新耶路撒冷的资格蕴含在新耶路撒冷所拥有的冠冕属灵含义当中。在奥运会比赛，金牌象征着最高荣誉，并且表示荣获金牌的选手在其项目中是世界最优秀的选手。比如荣获100个银牌也比不上一个金牌有价值。在奥运会上荣获一个金牌的国家要比荣获100个银牌的国家排名排前。像这样，新耶路撒冷拥有的冠冕，对于期待冠冕的灵魂来说是最大的荣耀。同时，这也证明了其灵魂具备了合乎进入新耶路撒冷的资格。那么，进入新耶路撒冷的灵魂会得到什么样的冠冕呢？第一层天国、第二层天国、第三层天国，基本都会拥有一个冠冕。但在新耶路撒冷基本会有两个。基本拥有的冠冕是指赐给进入新耶路撒冷的所有灵魂的意思。另外，并不是指在特别的日子戴冠冕，而且也包含了平时经常戴冠冕的含义。像这样，在新耶路撒冷基本拥有的两种冠冕的名称，正是金冠冕和公义的冠冕。这两个冠冕所蕴含的属灵含义与进入新耶路撒冷的资格相同。首先说明金冠冕。启示录4:4说，宝座的周围，就是神的宝座周围，又有24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这是记录神的宝座周围坐着24长老头戴金冠冕的场面。24长老是指在进入新耶路撒冷的灵魂中信仰突出的人。比如在信心、盼望、爱、忠诚、善、真实、气节等各种领域中成就如宝石般的新的灵魂。从24长老头戴金冠冕来看，可以看出在新耶路撒冷会得到金冠冕。然而金冠冕不仅会赐给24长老，而且还会赐给进入新耶路撒冷的所有灵魂。
金冠冕基本上再以金金打造，之上用各种宝石装饰。下面就来看用三维图像表现的灵眼打开所看到的金冠冕资料画面。从画面上看，是男性的冠冕，上部有尖尖的感觉，肩也不用担心被扎，非常美丽吧。女性冠冕则曲线柔和，这是基本冠冕的形态，而每个人的冠冕大小和装饰都有所不同。例如，以金金打造的冠冕之上装饰的主要宝石可能会有所不同。那么父神为什么会赐给进入新耶路撒冷的灵魂这金冠冕呢？金冠冕的金是金金，完全不含任何杂质，象征着永远不变的真正信心。因此，金冠冕是神对进入新耶路撒冷灵魂的奖赏，因为达到使神喜悦的信心的分量。希伯来书也记载，使神喜悦的是什么呢？是信心。这相反意味着，如果要进入新耶路撒冷，必须要达到使神喜悦的信心第五阶段。接下来查看公义的冠冕。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到八节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么大家要征战，不是要以恶相对，我们要打美好的仗。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就是说，正如帖撒罗尼迦前书记载的那样，我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在我主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已经是完无可指摘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就是说，白色大宝座审判时会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爱慕主显现的人，爱慕愿主快来接我们的人，已经都成就了。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在我主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的人，就会做这样的祷告。正如启示录最后记载的那样，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正如这句经文所记载，爱慕主显现的人会拥有公义的冠冕。那么真心爱慕主显现的人会拥有什么样的生活呢？第一，成就像使徒保罗一样毫无瑕疵的洁净的心，尽忠于神的国。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常常为神的国而行，并且尽生命担当使命，结出合乎果子。无论任何逆境与困难，都不屈服，将荣耀归于神。如此，唯有在主内做好自己本分的人，才能真正爱慕主显现。爱慕主显现的人，不贪于世上的任何事物，没有什么可羡慕的，也没有什么贪心，因为到了天国，一切都那么美好，应有尽有，就连这世上没有的，就像黄金宝石打造的美丽的规模特别大的房屋和庭院，都会应俱全，怎么能想要这世上的呢？我自从明确了解天国之后，开拓前信神之后没多久，我就拿掉了戴在身上的金饰品。
一次也没有戴过像金戒指、金项链呢、领带夹，还有衬衫别针。因为没有什么想要的，没有什么觉得好看的，因为知道美丽的天国，美丽的天国就在我的心里，所以没有什么可羡慕的。也不是坐更好的车就能健康，而且还要接近于我们圣徒们坐的车的水平，因为没有贪心，没有什么可想要的，因为到了天国应有尽有，也没有想去哪玩。换作过去呢，我喜欢山川大海江河，喜欢爬山，但现在都成虚空的，因为知道日光之下的劳碌都是虚空的，所以仰望不在虚空的前行。为了更加成为父所喜悦的儿子仆人，只为了一心引导更多的灵魂进入天国，一心引导进入新耶路撒冷。那么真正爱慕主显现的人就是这样的心。但是无论多么思念主，如果查看自己感到有羞愧与不足时，无法大胆迎接主。真心爱慕主显现的人，第二，会在灵里领悟与主相见时的趋势。住在心里的圣灵也会主管心里，让做准备。使徒保罗殉道的时候一到，他便受到主管走上了那条路。他不怕死亡，反而要因得见主，心中充满激动。如果大家真正爱慕主显现，圣灵就会主管大家的心，让大家完全做好心腹装扮。并且作为主完全的心腹，准备得毫无逊色的人，只翘首期盼主显现。有一个圣徒说，梦中准牧师出现，说要一同进入新耶路撒冷，但是一定要经受严酷的熬炼。对此我对他这样说明，如果神要让一个人经过严酷的熬炼引导进入新耶路撒冷，说明神看好了那个人的器皿，说明这个女儿的信心能够战胜严酷的熬炼，器皿也很大。神不会给没有信心的人严酷的熬炼，让人受试探而灰心。受试探时，神会赐你躲避之路。如果是神试探，必会赐躲避之路，不会让人受试探。但是如果不接受严酷的熬炼，那么就很难具备进入新耶路撒冷的资格。因为要造就成为大的器皿，要任何人都能服侍，与任何人都能和睦，谦卑服侍，要离弃各样的恶事，结出圣灵的九种果子，爱篇当中的爱，要结出爱林哥林多前书当中的爱的果子，马太福音当中的八福。拥有爱与信德，进入灵，进入善的四阶段，成就温柔，这些呢都要具备。然后神会引导进入全灵，直到神的带领会所有各种严酷的熬炼。我们看经常记载属神的人们都所有这严酷的熬炼。亚伯拉罕要离开他的故乡，要去埃及，然后妻子被夺，又要被夺，侄子被抓为俘虏，为了救侄子，带家里生养的仆人去征战夺回，而且侄子的牧人与自己的牧人为地相争时相争，还有以实玛利和以撒相争。亚伯拉罕就是经历了种种过程，
最后神说，就连在100岁得到的以撒都要献给神。那样的试探亚伯拉罕都通过了，从此就没再有试探。当最后通过献以撒的试探后，从此再没有试探，只有祝福，神赐给他灵与肉之间的祝福。约伯也是经过严酷的熬炼，成就圣洁，成为了得神喜悦的人。摩西也是通过40年的熬炼，成为了受神使用的大的器皿。以利亚也是一样，彼得也是一样，使徒保罗也是经战胜了严酷的熬炼。但以理也是一样，但你的3个朋友也是一样，属神的人们都凭信心战胜了严酷的熬炼，战胜了，所以进入了天国如日光辉的位置当中。如果没有熬炼，就不能成为成就进入全灵的器皿，所以要经过熬炼。有信心的人不怕熬炼，即使是严酷的熬炼也不怕，只要爱神有信心，也能战胜那种严酷的熬炼。但是也有少接受熬炼的方法，就是神说要离弃的就离弃，不要记恨，不要偷盗，不让做的就不做。神说要遵守的，像遵守诫命，遵守实践。神说让做的就做，像传道啊，要爱他人呢，这样的都要去做。神说要离弃的就离弃，神说不让做的就不做。只要大家顺从，就不用再接受，就不用接受严酷的熬炼，也能轻松进入。希望圣徒们都能这样去做。就算在我面前有严酷的熬炼，也要凭喜乐感恩战胜，这样就会得到进入新耶路撒冷的资格。如此，神赏赐所有爱慕主显现的所有的人公义的冠冕。亲爱的各位圣徒，这时间说明了神多么期待每个人进入新耶路撒冷。另外还说明了新耶路撒冷赐予的两个冠冕所蕴含的属灵含义。在新耶路撒冷，除了这冠冕之外，父神还为大家准备了许多。比如说大大荣耀神的时候，神会赐予冠冕，所以那时候我也知道了大大荣耀神的时候会赐予冠冕。那么如果大家将极大的荣耀归于了神，也会得到冠冕的。不是说得到新冠冕、金冠冕、公义的冠冕就没有了，而是神另会另赐新冠冕。那么进入天国后，两个冠冕就够了，一定要有那么多吗？因为要在天国永永远远生活，而且也会有很多的宴会，像经上记载的先知们，我们父神呢主的宴会，还有大家相互邀请。那么到时候大家要带同样的冠冕吗？而且大家的衣服也只有一件吗？那么衣服多的人，冬天有好多件，春天呢也有好多件，夏天有好多件，秋天有好多件，总是换着穿。而且领带也有只有一条吗？光是一条也能戴好几年的，但是呢也总是换着戴。在永永远远生活的天国里，冠冕越多越是荣耀。今天主题经文后半节记载，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在婚礼那天，新妇都特别漂亮。结婚当天没有不漂亮的新妇，像头型啊、化妆啊，都是最漂亮的。礼服也是穿的最漂亮的。
就像这样，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女人在婚礼当天打扮的一生中最美丽。如此父神把新耶路撒冷安置的比天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美丽、温馨、幸福。新耶路撒冷有很多用黄金宝石打造的房屋和各种修养设施。新耶路撒冷里有很多美丽的，有很多美丽的，最好的是这世上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我比谁都懂这些，所以我断掉了这世上的一切。我可能也会像别人一样打高尔夫球，但我不打。断掉这一切是因为想把更多的时间献给神。父神愿赐予拥有诚心与充足的信心的儿女，而精心准备了一切。然而在无数的灵魂中，只有几个人进入那里，父神会多么伤心难过呢？父神一心愿更多的灵魂进入新耶路撒冷，因此在如此仔细说明新耶路撒冷。因此奉主圣名祝大家领悟父神这如此心意，努力迈进直到新耶路撒冷。通过影像来接受主牧师为患者做的祷告，把手放在疼痛之处、软弱之处接受祷告。没有疼痛之处的人，把手放在胸前为心愿平信心接受祷告。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此刻求您亲自按手亲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超越时空做工在机线电视观众之上。通过因特网和屏幕接受祷告的知教会、知声殿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势力，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求父用圣灵的火、原本的光焚烧并抑制他们从头到脚、五脏六腑、每根骨节、全身神经、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臭地魔鬼撒旦以及疾病、病菌、软弱都退去，光啊进入吧！求父用圣灵的火将所有绝症、顽症焚烧尽尽，击退疟疾以及所有风土病，击退感冒、咳嗽、发烧、全身酸痛、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任何流行性疾病、病菌不能进入，求父保守。求父使外癌、肺癌、乳腺癌、子宫癌、大肠癌、皮肤癌等各种癌症，以及艾滋病、白血病、脑溢血、高血压、低血压、心脏病、肺病、胃病、糖尿病、妇科病、皮肤病、甲状腺疾病以及所有炎症也都得到痊愈。也求父使小儿麻痹、中风、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得以健全，腰痛、头痛、神经痛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癫痫、自闭症、抑郁症、躁郁症、神经衰弱等一切精神疾病也都退去。我吩咐麻痹瘫痪的得以释放，瘫子要起来行走跳跃，模糊的视力要看得清楚，听不清的耳要听得清楚，瞎子要看见，聋子要听见，哑巴要开口说话，使各种事故后遗症得以洁净，骨折得到愈合，烧伤、烫伤得以痊愈，火毒都退去，热气也退去。父啊，求你做工，不留下一点疤痕。毒品以及各种药物、剧毒、中毒也得以洁净。已死的神经细胞复苏，死人也复生。求父给不能怀胎的赐予怀胎的祝福，得到怀胎的祝福吧。奉耶稣基督的命令，臭地魔鬼撒旦、空中掌权的众恶魔都退去，他的众使者也退去。这世上的邪灵、污秽的灵、虚谎、诡诈的灵、挑拨离间、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松开一切凶恶的绳，黑暗退去吧，光啊进入吧，
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离弃罪恶，成就圣洁的能力，使他们灵魂兴盛，凡事兴盛，成就家庭福音化。祝福您儿女们一周间从各种事故灾殃中得蒙保守，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用圣灵的火云、天兵天使、主火焰般的眼目看顾保守所有神儿女们的家庭、工作、事业，将智慧和明泽赐给学生们，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不被世界所夺走，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祝福您的儿女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使他们都能见证我遇见了神，体验了神，得到了应允，得到了祝福。父神，感谢您，将荣耀归给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涙の中おられる主、愛の主、それは命与える救いの道。